刚才这样乌龟和鱼在打架，鱼来了，鱼来进攻乌龟了。给咱弄点啥吃的。Hello。他钻下，爷爷他钻洞了。我出来了。露个屁股。露别动，露别动。这好像不是乌龟，这跟老鳖一样的。乌龟有这么长的鼻子吗？鱼多的。等我一下。那个是鱼之王，那边有一只鱼之王。哎，他好像听我的话了，变得更慢了。哎，这是肉块，是这，你干嘛呀？他正在去吃鱼呢。鱼走。吃草吗？刚才那里是鱼群。咦，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，又来一只。来，又来一只。哎，我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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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你看，乌龟了。这边比比比乌龟。他俩来相亲呢。啊，他亲他的屁。两只乌龟来相会你，他咬他屁股一口。啊！打架！两个打架，两个打架。去抓只蚯蚓尾的，它吃它吃鱼。看这个鱼好大，那是鱼之王，这是龟之王。那只龟在那儿呢，那只龟又来进攻了。那里还有只龟，三只龟来进攻。哪里？第三只在哪？第三只。哦，你看这两只龟都来进攻它了，这叫龟龟大战。另外一只在哪？龟龟大战。哎，那个也来了，过来了。还有这里，那只有点黑，这个小黄，那个小黑。三只龟要大战了。大战，是替他来报仇的吗？三只龟来了。哎，这只龟被吓跑了，它咬下屁股，赶快跑了。哎呦，跑得好快呀！那只也跑了，跑了。就这只独占这一块地。那这个好吃的吗？一直在那儿张嘴。